我伤害你。Captain Ebro, A.K.A. Bro. Why Ebro? Why Ebro? A.K.A. Superstar, A.K.A. Super Shy. I like him because he's always honest. He don't try to play a character. He just himself. I don't feel he's my captain. At least like one of my best friends now. So I'm happy to be with him.我喜欢你。其实我觉得根哥在镜头面前和镜头后面都是一个样，但是有一个点啊，就我们排练嘛，然后我们就是站着在这跳跳跳跳跳，然后排练完了休息的时候，有摄像机的时候，根哥会站着休息，然后那个当摄像机一撤，然后他这样看一下，哎呀，我坐一会儿。哎，我有招啊！那就是这样的。我要表现我还年轻。就今年才认识根哥嘛，那以前看根哥的时候会觉得，其实应该是会比较严肃啊。今年的话，排那个 disco 那一次，根哥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呢？叫肖杰去抱着旁边那个音箱去那摇头，我说哎。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这样子，好像大家的思路是可以走到一起的哈，就是大家好像是一路人。要玩就玩极致。但今天鸡哥来了，我就觉得别浪费了鸡哥的才能和才智啊。会有什么才能？包括小龙啊。啊。我们这有个扭蛋机，扭一个。扭蛋出来，里面有一个题目，啊，就你们用动作跳出来，让四个队长猜。我来扭是吧？对。你打开看一下，这太容易扭下来，感觉有机关了。这个怎么演啊？啥呀？啊，齐天大圣啊，抓耳挠腮 ，no， 金箍棒，另外一个名字，定海神针，对吧？哦，我演的太好了，是吧？一下就明白了，对，明明懂谁？马上被追，其实被追没太阳我个朋友。行。